来八块鸡，那有时候有聪明发现了，或者是有薄薄的雾气，那个每一个场景都会有。然后以前这边还没什么露营，后来这个进阶的红烧就常常会有人背。高岛纵走，果然是露营。哇，这里啊，哇，没有水，你还要自己背水上来。现在还有协作牵水管上来。哇，因为也有协作在这边开队啊，就是说你可以来这边包餐的。哦，林伯没给你钱。对啊，这是在这里面来做一件。好，再来，刚刚我们上面有一个年轻人，还不错。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萤火虫啊？去那边啊！你看那边啊！那不是我，这边就是你有空地，你有办法搭出。你要自己搭都没关系啊。你要自己搭 ，OK， 你找办法搭，找到位置搭就可以。那前面一大片平台都是可以搭的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。